先是个竹笋，新鲜竹笋炒辣椒，炒那个腊肉，都是炒辣椒啊。吃饭啦！今天是个蘑菇重菌，重菌炒的腊肉啊，雷辣子，那雷辣子很下饭。火烧雷辣子，麻辣梅豆腐，
这是红薯叶。我们家的鸡已经成精了，可是你不吃就是要吃饭。吃饭啦，今天吃个腊鱼皮蛋，爽脆黄瓜皮啊，
拜拜。